我要迟到了，怎么办呀？赶不上了。各位同学，考试时间到，请停止答题。这位同学交卷了。小雨有危险。小雨清醒，你已经大学毕业了。小雨清醒，清醒，你已经大学毕业了。事情解决了，可以睡觉了。沈天，该交卷了。啊！一道题都不会做，还好是做梦。